分跃动，旗帜挥舞，看谁是真英雄。前进，加油加油，不容放手，斗志在燃烧，力量无尽雄，持续张开口，满载着我的梦。Come on, go go go， 冲冲冲冲。阿龙和阿飞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把战龙队的两辆新战车研制成功，分别是烈地崩龙和轰天暴龙。阿龙和阿飞探望阿海，没想到会碰见野狼。三人在阿海新店后院的轮胎赛道上一战，战龙队两辆新车输了。阿龙由于紧张赛车的受损情况而不小心摔倒，阿飞打电话给韦博士询问关于钛钢片的事，韦博士叫他去找黑魔商量。黑魔分析黑狼的赛车具有钛钢片的特性，能量钛钢片计划 POWER 的秘密逐步揭开了。阿飞决定研制新能量钛钢片来对付野狼。后天，速度挺快的。喂，你们今天怎么突然约我比赛呢？想在比赛前看看你那辆破车的实力，好在赛场上打败你啊。开什么玩笑，你们根本不可能追上我的速度。K， 看见了没有，脉冲寒服可不是你可以打败的。你这个狂妄的家伙。霍天，别得意得太早了。 M 这家伙想怎么样啊？哼，别废话了，反正你们是追不上我的了。你的战车的防攻击能力不怎么样啊。战车再怎么强，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判断，也一样会输啊。你就让你们看看脉冲寒服的厉害吧。有本事你就追上来吧，就看你敢不敢跟上来了。我才不会上当呢。想攻击我吗？咱们走着瞧。好，意想不到吧，还有呢。看起来这个姿势也还不错呢。怎么样，你拿我们没有办法了吧？啊，可恶，你们合伙耍我，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。
上就灵敏的多了。霍天，你这样就不怕我再次攻击你吗？追上来再说吧。看你的超高速状态还能维持多久。 K， 追上去给他最后一击。怎么样啊？你干得不错嘛。哦，居然能在我和 K 的完美夹击之下赢了，应付亚洲大赛应该没问题了。你们，哎，加油吧，霍天！别让我们失望啊！这就是我以前的比赛经历了，这一次的亚洲大赛，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。亚洲大赛会很热闹，来了很多外国选手啊。那些面孔陌生的小朋友应该是参加比赛的选手，如果大街小街真不能参加比赛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老唐，原来你在这儿，在看小朋友练习吗？哦，是老哈。哦，很多外国选手啊，看上去实力都很强，这次的亚洲大赛一定非常的精彩。耶，哈哈，我现在去开会了。哦，好像忘记了什么事了。啊，对了，老唐，我这么急着来找你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的。哦。经过董事局开会决定，同意天蝎队参加亚洲大赛，大杰、小杰一定很高兴。
火队最高备战会现在开始，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嗯，很好，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昂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商量一下亚洲大赛的应战策略。啊，魏老大，你能让我参加比赛，我很高兴。请问您的应战策略是什么？我们猛虎队的策略就是，没策略。亚洲大赛云集了亚洲各国顶尖的迷你四驱车专业赛手，我们猛虎队作为本地最有实力的战队之一，第一次全体队员参赛，一定要高度重视。是啊，是啊。我韦老大是一个粗人，我不懂什么策略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一显猛虎队的威风。韦老大说的对，我们要全力以赴，一显猛虎队的威风。阿林、阿刚、裴静，不想被淘汰的话，就快点加紧练习吧。是。加速才能安全通过，冲吧，大茉莉一！霍天虽然离队一段时间了，霍文这孩子应该还没适应吧。这次我一定要打败阿飞，拿下亚洲大赛的冠军。哦，小云，你不好好练车，还顾着玩。姐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这是为亚洲大赛做战备记录啊，拍下我们每一天努力的瞬间，那有多浪漫，多有意思啊！哼，来，姐姐，看我这边，甜甜的笑一个。小云。车固然重要，但适当的放松心情反而能事半功倍。哦，爸爸，那就是不反对我拍照了。但是我听说你今天的功课还没有做完呢。小云，陪姐姐比一场好不好啊？要是你赢了，我就帮你把功课做完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帮助姐姐练车是天大重要的事，现在我要马上去准备一下。哥哥，连接好了，现在我就把能量钛钢片的资料登录到工具箱内，看看情况怎么样。完成了，阿龙，工具箱的情况怎么样？没有问题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接下来只需要把晶片植入迷你四驱车内，再测试一下相容的情况。已经启动了能量钛钢片，工具箱显示裂壁崩融的情况一切正常。
阿龙，我们去赛道上实地测试一下吧，看看到底怎么样。好哦，现在临近亚洲大赛，俱乐部里一定挤满了人，那就拜托阿海吧。嗯。无论如何，在这次的亚洲大赛上，我一定要把野狼打败。只不过是几天没见而已，你们的新战车好像厉害了很多啊。因为我们的车装上了新开发的能量钛钢片。能量钛钢片？听说这是霍俊和维超花了很多时间才研制出来的，想不到阿飞和阿龙两兄弟居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就……阿龙，加大能量钛钢片的输出。是，哥哥。啊！危险，要撞上了！啊！是不是设定出错了？看来能量钛钢片的性能不容易掌握，阿龙，我们要勤加练习才行。知道了，哥哥。这段赛道不是要关闭能量钛钢片介入吗？我想测试一下它的极限，试着再加大输出看看会怎么样。阿飞，你的战车已经超出负荷了。止爆！不行，还没有到极限。这已经是极限了吗？啊！阿飞，你也太那个了吧！看来这次测试结果还算不错。我想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。啊，终于练习完了，真累呀。领队，今天的练习结束了。领队，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我们做吗？那我们俩就先回去了。等等，把你们的工具箱都留下来。我的战车出了什么事啊？我要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，确保不出任何的意外。所料，当年的火灾真的另有内情。从烧毁的程度来看，这里应该是首先起火的地方。本来能防火的保险柜却开着，也就是说着火之前就被人打开了。啊！算你的推断没有错，韩风也只是可疑，但不能说明他就是纵火人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我比较相信我的爸爸。爸爸，
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怎么了，爸爸？这是阿飞交给你的能量钛钢片，这次比赛你也许用得着它。阿飞，这块晶片只是帮助你发挥个人的技术，不能保证你赢得比赛。阿飞是我们魔符队的朋友。爸爸，拿去吧。不过阿飞他有个要求。啊？算街道有多痛，就算情绪。